程当中，因为你就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婆婆妈妈，菜饭、鱼饭、肉饭，难免在握手的时候，手上往往会可能会湿湿的，或者是会接触到一些油脂。对于长期以来高高在上担任部长、担任指挥官的陈时中来说，也许他会很不习惯。像他跟庶民之间没有那么的亲近，好像还是高官来巡逻的那种感觉。每握一个手，你就很不自主的，好像很嫌弃这些那个卖菜卖猪肉的，就去擦上自己的那个衣服。